Rose。果然只关心妹妹的行踪。我的咖啡嘞？算了。以前我们不是常说，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拍摄。你正常点会死啊？帮我泡咖啡。我怎么就学不会这招呢？有时候啊，能做什么不重要，能表现出你能做到什么才是厉害。怎么这么爱八卦？哎，这还是我的。下次我一定要干掉他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讨厌了吗？那也不代表我喜欢呢。废话，哎，阿强，我先走了啊，你不要再混了。好好好。